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全民皆知小小萬係淺藍衫嘅，前面快咁啊，美麗甜心喳喳聲走上去啦，咁啊再見到成堆馬喺後邊噶啦，咁啊有藍衫嘅極速往外邊冚上去嘅馬咧，仲見到就德勝門咧追出電子全城啦，咁啊後多陣嘅馬內欄咧，咁啊仲有呢只正本紅心啊，咁啊再後多少個馬匹咧，咁啊勞動創造走埋上去出邊咧就招五萬九啊，後邊嘅馬就放眼量啦，出邊名欣賞粉紅衫尾五到啦，就有型起，後邊四隻大當家淺藍衫全民皆知紫色衫玉馬新星包尾。你就博愛有威啊！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德勝門就帶住電子全城啊，第三位美麗甜心勞動創造紅眼罩第四位，第五位埋邊藍衫咧，仲有極速王攞埋出去噶啦，外邊位置有呢只招五萬九啦，再後邊嘅話咧，先見到內欄上少少，全民皆知馬林中間穩威有型起啊，鬥到最後三百中檔透出美麗甜心後邊嘅馬有型起追緊上嚟，再喺中檔位置極速王內欄德勝門最後一百美麗甜心有少少挨出。有型起上緊嚟，邊個阿John贏啊？外邊John Size呢只有型起蔡若翰贏啊，跑第二名美麗甜心啊，第三名係極速王，結果蔡若翰目前78場頭馬領先大魔75場，有3場咁多距離啊！跑第三名極速王，第四名名欣賞啊！兩個一看翻嚟包 Q。不過蔡若翰嗰只贏有型起莫雷拉。